首先要将嗰个针尖烧红，烧红咗之后咧，快速点刺，咁样就可以。火针疗法咧，对其实火针咧对嗰个适应症系好广泛，湿疹只系其中之一个嘅啫。咁火針，我用火針療法咧，佢除咗可以用火針喺局部嗰個病灶施針之外咧，仲可以用蠔針去調整佢整體嗰、那個機能。其實咧，大部分病人嚟呢度睇咧，都係曾經睇過西醫。佢哋好多都有長時間服用嗰個類固醇啊咁樣，但係有個共通點就係好多時就係反覆發作，一停咗藥之後咧，就好快脆又會再發出嚟。